咧就唔好俾佢停啦，我哋继续嚟我哋下一队嘅表演啊！咁我哋咧跟住落嚟下一队嘅表演咧就系 Malevolence。會表演粵語翻唱嘅歌曲俾大家聽嘅，咁我哋今日咧就準備咗三首嘅動漫嘅歌曲，咁我喺呢度想問下有冇人細個睇過 BS 噶？不過大家咪就記得佢嘅 OP 咧，我今日咧就會帶俾大家佢嘅 ED， 係啦，咁就係 ED 二Dear Dear Dream。下一個表演者啊，誒，哦，唔好咁熱烈啊，因為我唱啲歌好靜啊，同埋咧誒，想問大家有冇人聽過邊個係 Yuli 啊？有冇啊？跟住咧，我想問大家有冇聽過《鏡之孤城》啊？我試下唱啦，因為我聽講有啲人話聽呢首歌聽到想喊。老實講，我都有啲想喊，因為難唱到喊啊！好唔該。當喜歡的心思長出了嫩芽，難預料或逐漸變身的我是嗎？情分也沒法可預期地説中意。心中很清楚知识你为人，实在是并未觉得相对凌晨，明白了是我一厢情愿空想不消停。孤单的哭喊声轻轻浸入情绪内，虽主铺上合作着你心情句子，仍记得就说出，当仍然细腻回味，那为何此际剩我孤单去面对，从何来的勇气？喜爱着你心情句子，仍记得曾说出，如今仍然细腻回味，但现时只我独个，心中带着痛。早已变明，便是犯若幸运。
爱恋怎算笑应？谁在痛悲事情亦双手心已逝去？孤单的哭笑声，收进在床铺内，当声音像上心，相信现在都放下爱。若我与他方转身给改写可以吗？如若我再诞生，心情便无错，灭绝了以前为首那自我，但是否摆脱那度过的我？永未大说，最沉醉不说出，如今仍然细腻回味，那为何此际是我孤单去面对？从何来的勇气？请你在我身旁那一年回不是记起，如今仍然继续回避，往后回忆有着你，心中带着痛，回忆印堂。假使可以当天当刻一瞬能，如撒布含泪任性的数说话语，如主期盼望主怀抱内可多一片，让我述说出，让我述说出，期望在日后他朝可相碰到。假设就算追寻再追寻，也不能变改其意，任你散发断取，只是旋转那木马，即使继续转，仍然无改间距。假设就这么无法改仍决心，为爱他如遇难题也都无惧，往后回忆有着你，即使也再转，仍然不能抗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elifluous 的靈機，接下來呢會帶給大家蒼藍之處。所以大家期待下載阿奧諾斯米達。Oh, no.
大家記住訂閱我們的頻道，M-E-L-L-F-L-U-O-U-S， 好，多謝大家，多謝大家。